主席吴敦义、新北市长朱立伦、蓝营天王现身力挺，亲授党旗，致赠好彩头凤梨，象征杨文科参选新竹县长，一定能旺来，旗开得胜。经济好，一切都好。特别是我提出的政见是文化科技智慧城，我们科技的创新不断的发展，但是如果有文化底蕴强的话，科技可以使得文化增加它的价值。新竹县长参选人杨文科竞选总部周六晚间举办成立大会，不止蓝营天王现身，立委蒋万安、立院党团总召江启臣也特别南下站台，就连原本的竞争对手，后来宣布退选的立委林维洲也同框为杨文科辅选。我虽然没有参选，但是我敢讲，所有的参选人可能没有我的辛苦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辛苦有代价，让领头羊，让杨文科当选，好不好？指出党徽大球象征团结向前行，最后更与台下支持者一同大合唱，营造蓝营大团结的气势。记者新竹综合报道。